随着天气逐渐变暖，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到海边玩耍。不过现在的海滩却结冻了，有民众在缅因州的奥甘奎特海滩拍下了这个影片。他表示当时气温只有摄氏温度12度，甚至还没有强风，让人相当震惊。说到影片，许多人都一定看过这支医护人员一起跳舞的影片。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，许多医护人员都透过各种方式鼓励民众尽早预约施打疫苗。因此一位医师 Andrew Liu 就召集了自己的同事，一起改编百老汇音乐剧 Hamlet 的旋律，录制了一段带动唱的影片，说明施打疫苗的多种好处。德文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